那我以后只对你一个人微笑。这还差不多。早啊，徐总。怎么又喊上徐总了呢，关迪？我今天来送夏天上班。不是说要一起吃饭吗？择日不如撞日，就今天吧。 今天他手术排满了，没空。啊，对，我明后两天有时间，改天约。好啊。